二届净土大经科注学习班心得报告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惭愧学生陈玉华，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主题是甲，什么是大事？不知不觉，一个月的学习即将结束，回顾一下一个月的学习历程，自报到一直到结束，觉得安排的时间很紧凑，但不觉枯燥无味。一天下来，都有新的收获，看似简单，做起来还真需要定力在里边。譬如说，行住坐卧、穿衣吃饭、整理内务，几十年了，还真不会做，不学不知道，一学吓一跳。以前所做都是稀里糊涂的，不讲方正整洁干净，糊里糊涂混日子，不知道佛法就是教你怎样过日子，怎样生活，怎样工作，一点一滴的都是佛法，都是道。并不是拜多少佛，念多少经，这是让你明理，而后去落实。来到大士阁报恩寺，使学生才真正看到了学佛的样子，是您们为我们设计了佛门礼仪、寺门威仪、佛教音乐。怎样过堂？怎样行堂？细心明了，不厌其烦的讲解示范，使学生深感自愧不如。通过学习，也能大致学到一些东西，譬如叠被子，也知道了顺序方法，四个角。虽不如法师叠得那么好，可也能看出相似的样子。每天法师一步一步的分解动作，交叠海清，真是细到不能再细了。直到今天，还是一起穿海清，卸海清，自己。刚开始有傲慢习气，不等法师分解动作说完，就很忙乱地叠上了。结果法师是那么认真检查放在柜子里的海清，在大会上说，有同修不认真，叠成一大片，很长。没按要求去做，此时学生觉得很惭愧自责，这不是傲慢吗？没做到父母教须敬听，我错了。从这以后也跟着按步骤去做，这也使我有了谦卑之心。还有法师。每天操练问讯，做这一动作，开始时后背拉不直。一位法师轻轻为我抚平，从此就知道法师教的以腰为轴，背部拉平也是活动筋骨。每天这样做，身体自然以腰为轴。真的很好，同时也是让我们谦卑下来。
特别是为我们安排了提前过母亲节，这一场面真是感人泪下。法师为大家讲了母亲的恩德，佛陀拜白骨的故事，使学生不由得升起感恩及惭愧、忏悔之心。特别是三更班的法师、学生们给参加学习班的父母写的信很感人，这都是上应下信法师和向馆长辛勤培育的结果。他们忏悔过去种种过错及不孝，说发愿出家。是为了弘法利生，孝敬天下的父母，使他们都能往生成佛，在极乐世界相会，那时将永远不再分开。会场布置的美丽庄严，法师们也给我们献上了一只康乃馨。学生自感受之有愧，一定要好好念佛才能报答。通过这样的安排，也引发了自己的孝心，明白了学佛就是落实孝道，成佛才是圆满孝道。课程的安排。真是恰到好处，在听经明理的基础上，又打了3天的佛七。法师在前几天就为大家讲解绕佛的方法及注意事项，很细致，合情合理，听了很受用。例如法师说。念佛期间要止语，无论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可以讲话，保持清净心，念佛磁场就特别好。特别是早上、上午、下午的第一炷香非常重要，不可以下来，要坚持住，以后才能念得好。当时学生想，祈求诸佛菩萨加持，一定依教奉行。特别是止语，自己深有感触。自己来到大士阁报恩寺，除了小组分享之外，一直是遵守止语这一条制度。一定要保持内心不浮动，特别是在法师给大家买返程票时说，大家不能在这期间动心、起伏。听了法师的话，心想不买了，学习完之后再说。可是我的左右同桌。非常关心让我说买票的事，自己坚持止语，最后写了个字条，同桌护持我，是他，黄爱芬居士帮助买了车票。我是在第一天报名时就说了回去的路线，当法师半月后订票。我就做好不说话的准备，要保证止语从头至尾，善始善终，真的是如愿以偿。那么现在3天佛期止语，也就非常高兴，有愿必成。有法师的精心安排讲解。自己真的做到了，不但第一炷香没下来，
而且只要从头开始一直到结束，都没下来。这是听经明理的力量，是法师们温馨提示的作用，是法师无微不至关怀、照顾、协助的能量注入心灵深处的结果。当要四处张望时，耳边就响起法师说的话，眼帘微垂。摄心念佛，不看其他人事物，和你念佛没关系，不要让心浮动，真的很有帮助。一直保持眼帘不看其他，效果很好。每当我脚疼腰疼时，就想起师父上人的教诲，人到临命终时，如深龟脱壳，那么可以想象是多么疼痛。现在比起临终，不知要强上多少倍。只有坚持，才没白听经，吃苦了苦。这算得了什么呢？再想师父上人的教导，放下身体，不要执着这个身体是我，错了。为什么佛的常极光无处不在，无时无刻都在放光，而我们感受不到？是因为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放下就能感觉到。想到没有身体，就能和佛融为一体，于是不去执着身体，观想此时此刻沐浴在佛光之中，就不觉得那么难受了。每天念佛结束，法师们为我们打好洗脚水，拿好脚巾，亲切地走到我面前说："陈居士，您泡泡脚吧。"我用动作表示不泡脚。那么法师们说："泡吧，解除疲劳。"在这样的劝说下，不好再推辞，只好去泡。果真减轻了疲劳疼痛，心想，明天更要好好念佛，否则对不起法师们的辛勤付出。想想这些法师，从早忙到晚，忙活着图的是什么呢？还不是为了救拔我们这些苦难众生出离苦海吗？在绕佛时，在最前面的是法师，最后面的还是法师，把我们夹到了中间，这是何等的慈悲呀！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念佛？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，前面有拉着的，后面又有推着的，我们就像是坐在一只法船上，自由自在，航行在极乐世界的大道上，一定会到达彼岸的。愈想愈感觉感恩之心。和忏悔之心油然而生，这时身体立刻轻松自在，像是松了绑似的，掉下去很多东西，那就是贪嗔痴慢，五欲六尘。念佛真好，可以消业障，真实不虚。通过一个月的学习，
才真正知道怎样学佛，为什么要学佛？学佛就是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怎样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。学佛是了脱六道生死轮回。这才是真正的大事。你怎样学佛？学佛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是快乐的、健康的、长寿的。那么就要落实在生活之中，教你如何工作、待人处事，可自己。和师父上人所教导的不相应，给人的感觉与大众有些格格不入，有些怪，让别人看了不敢接近你，真的是没学好。还要拿着佛法，还有《弟子规》去要求别人，特别是最亲近的人，常常说。他们业障深重，不可教也，使得他们不敢和我说话。他们说，一接触你，不知又要用哪条戒律去衡量，觉得不爱听，还以为他们没有善根，自以为是，觉得了不起的样子。那么，通过这一个月的学习。才真正认识到是自己学错了，他们并没有错，深感惭愧和忏悔。印光大师说：“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。我对照自己，正是背道而驰，这怎得了？”如果不来大士阁报恩寺来学习，我首先要堕地狱。通过一个月的学习，警醒了这个业障深重的我。还好，今天明白了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，具足了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。通通具足，万德洪明。念这一句佛，就能灭81劫生死重罪。念这一句佛号，是最好的忏悔，最好的持戒，不用其他方法忏罪，那是零零碎碎的忏悔。念佛是连根拔除。一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功夫成片，蒙佛力加持，他立的法门不是自立，到了那里都是心清净，没有恶缘，都是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所以全都把罪忏除了。我们今天太幸运了。能遇上夏莲居老居士的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，黄念老的集注，和海贤老和尚的表法做正转，表净土法门要怎样修持，那么一定要抓住，当面错过就太可惜了。如果今生错过了，就不知哪生哪劫再得人身。正像所比喻的，得人身就像盲龟浮木、须弥穿针一样难。向海贤老和尚学习，感恩师父上人为我们推出了净土宗的榜样，否则。我们还是在盲修瞎练呢，找不着方向目标。那么，
现在万事俱备，只差东风了，那就是自己如何用功了。海贤老和尚说，搬柴运水，粗茶淡饭都是道，在工作中、生活中、待人处事中，都不丢掉念佛。要按照师父上人教导的，看破放下，真正搞明白了，就不要再搞六道轮回了，和一切人相处，不争不辩，好也好，坏也好，一切都好，吃什么也都好，穿什么也都好。不要为身体去造业，什么保养，只要吃得饱、穿得暖，有一个小房子住，就足能达到清净，心安自在，自然而然就有些悟处，由见悟逐渐达到大悟，最后到彻悟。要达到此目的，就放下拉拉杂杂的是是非非，不与人结怨，不恨人，去掉贪嗔痴慢疑，吃亏不怕，因为我们是要往生西方的人，吃亏就是占大便宜了。能当生成就，就真是幸运之幸运。来到大士革报恩寺学习，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。这次来得真是太值了，是我人生的转折点，感觉有了希望，有了目标，那就是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绝不改题。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部集注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以上是惭愧学生陈玉华粗浅的心得报告，错误之处，请求尊敬的师父上人、尊敬的上应下信法师、尊敬的馆长、尊敬的诸位法师。尊敬的诸位同修，慈悲批评指正，学生乐意接受，至诚顶礼感恩，阿弥陀佛。恭祝尊敬的师父上人法体安康，六时吉祥，法喜充满，光寿无量。惭愧学生陈玉华。顶礼敬诚。我们看到、听到陈玉华的报告，让我们警觉到，办办学习的重要。这是好事，这是大事。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愿。一切佛出现在世间，为什么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离苦要离究竟苦，得乐要得究竟乐。究竟苦是地狱。脱离六道轮回是离究竟苦，
究竟乐是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究竟乐。祝福要圆满他的希望，圆满他的本怀。我们知道只有一个方法，为一切苦难众生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劝导大家信愿持名求生净土。所以要讲经还要办学习班啊，讲经是恭恭敬敬听受佛陀教诲，学习班是同学在一起互相交流，互相提升，给社会大众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每一个学佛的人，人家在问你，你都能讲出一篇大道理，让人家听到心存欢喜，这是报佛恩，这是报私恩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不至于再让社会大众对佛法生气、怀疑。佛法是教育，伦理道德的教育，啊，对你真正有帮助，真的帮助你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社会大众看到了，听到了，也发心来学习，大家对佛教会改变看法，佛教确实是好的教育，对每个人都有帮助。这个教育值得提倡，值得发扬光大。佛法讲的普度众生，啊，那么也让学佛弘法的法师在家大德知道，在这个时代弘法的一生应该怎么个做法啊，讲学班班教学就对了。